来这里找工作哈，如果有机会留在山上，其实是很好的哈。看到高资的妖怪阿仔来大力推销工作机会，这不是咧举办活动，这是六个第三两个乡镇的饭店业者，等咧扩大来举办征才。我们今天其实是做一个这个地区性的征才活动。那其实求职征才，大家也希望能够再用活泼一点的方式哈，来让大家来应征工作，利用这个机会来这里找工作，那都是附近的饭店业者，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机会，我觉得很好，大家来玩，顺便放松心情，来这边找工作，其实也是蛮好的。随着溪头天推顶六个第三的观光景点愈来愈受到欢迎，不管是平常时也是假日，拢吸引大批民众前来观光。也因此，六个第三两地饭店业者对着景点的需求也愈来愈大。为此，中中岛服务中心是特别来到溪头举办征才活动，希望借此来向游客推销南投县观光旅游业的工作机会。其实南投是一个观光休闲产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，那包括旅游业、饭店业相关的休闲产业，其实人力的缺口一直都还在，所以我们还是很鼓励年轻人哈，还是说在地有需求的，目前还在待业中的民众都可以来试看看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。也因为今麦六个第三的观光数据是非常兴旺，因此饭店业者也大力服务南投乡亲，拢当积极来从事饭店服务业工作。那在人力的需求的话，因为现在渐渐国人的旅游现在开始，因为接下来是我们三月份的牡丹季，所以在人力的培训上，我们希望就是提早就是招募一些新的人力进来。其实溪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哈，其实我相信大家真的不用人才外流哦，大家应该都回到乡里来服务，其实这是很好的。然后投入自己的旅游业，认识自己的家乡，其实把自己的家乡介绍给更多的朋友，其实这样是很好的。也因为这场征才活动是来到溪头，今麦正受到欢迎的妖怪村来举办，加上妖怪阿仔专程推销，因此也吸引真侪游客来了解真。在内中，中中岛就个服务站也大力服务，需要工作机会，南投乡亲拢会当积极来应征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